新港前溪妇女协会为了帮助家父囡仔会当均衡发展，所以伫咧举办会员大会同时，嘛邀请家父中心人才团甲舞蹈队前往表演，并且嘛捐款来作为家父囡仔活动经费，希望囡仔除了好好的功课以外，嘛会当培养其他的兴趣。新港青溪妇女协会举办会员大会同时，邀请家父人才团甲舞蹈队前来开场表演。新港青溪妇女协会理事长陈玉琪表示，家父里伫这波疫情受到相当程度影响，青溪大部分是女性的成员，大家拢唔敢看到囡仔来受苦。因此决定伫咧会员大会面顶捐赠一笔活动经费给因。今天是我们深港青溪妇女会呢一年一度的会员大会哈、每年在这个时候，我们除了举办会员大会，就是大家姐妹一起相聚以外呢，最主要就是我们也是要做这个冬令救济、寒冬送暖的活动哈。我们每年呢都会捐赠家父呢12000元最少哈。那像今年也参与了他们的那个卖古早灯笼的活动哈，也帮他们募集了27000多。那这次呢，我们还增加了我们深港国中的奖助学金哈，也是12000。这之后，我们深港青溪妇女会的姐妹呢，大家都会对我们乡镇呢，每年都会固定参与的活动。中华家扶中心督导孙兆荣表示，新港青溪妇女协会对家扶中心的公益事务一直非常的努力，相当感谢姊妹啊对家扶中心的支持。今天非常感谢我们彰化县深港青溪妇女协会哈，今天他们办理这个会员大会，那也办理新春团拜，那特别在这个欢欣的时刻，邀请我们家福儿呢，我们两个才艺队醒狮团，还有我们的一个轻舞飞扬呢，来到这里表演，让这个现场能够非常热闹，那也同时为这两队呢赞助了他们方案继续经营的一个经费哈，我们特别的感谢。那么在春节期间也帮我们义卖灯笼，那是我们家父的一个好朋友。疫情渐渐的降温，真侪规定嘛登在放松当中，家父中心嘛期待民众对家父的帮助买当做回增加，并且期待疫情散去，好生活会当恢复正常。新竹华新闻李炳宏新港采访报道。